在中国尊敬文化博物馆内面陈列了一份专辑的二级文物，是马江海战当中一位英烈的珍贵遗物。这是1883年尊敬后学堂教师专业学生黄桂良的毕业证书。1881年，黄桂良留学归国以后，分配在尊敬水师的基南永武号建设。中华马江海战当中，永武号首先受到法军突袭，黄桂良在炮位上英勇作战，壮烈殉难。迄个时阵，才25岁。在马江海战当中，亲像黄桂良相款，战死沙场，为国捐躯的福建水师官兵不下800个。时任尊敬大臣张伯伦在上一年12月上书，造册为纪念海战阵亡将士建书堆记。了后，清廷拨文900两，由继任尊敬大臣白荫心主持修建。